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折度，它是这种摆折的，有没有看到折位？所以呢，它的下摆是摆折的，然后上头呢也是一字领，所以到 SML 一字领完全都 OK。好，胸围的部分也都 OK。然后呢，如果呢你真的很喜欢的人，你还可以把它变成是斜肩，我觉得都没有问题。不穿一字领的人，其实你把肩膀放好的话，它就是算有一点点微方领的感觉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长度，我觉得我是161公分，那150公分你也不可能会落地，170的话你也不会短去哪里，所以我觉得这一件洋装的长度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它不容易走光。刚刚我们也特别研究了，因为它有折位的关系，所以只要你不要穿黑色的内裤，通通都是 OK 的。再来，它前面做这种两片式的概念，我觉得非常的好看呢，就是让人家觉得很修饰我们的这边锁骨跟肩膀的位置哦。再来呢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亮丽显白的清新好看的紫色，因为它其实是有肚肚的人都可以来，它本身是一个弹性的，然后呢这样子差不多这么大，然后这个其实是送给大家，你要绑不绑其实都有做腰身，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有竖起来，有自带腰身的感觉了。